西湖楼外楼，风雨几时休。楼外楼历经军阀割据，北伐鏖战，外侮入侵，内战逃离等历史乱流，始终坚持自强不息、立业报国的家国情怀，传承至今。西湖醋鱼东坡面。我兄弟不认，我认。楼外楼可是块风水宝地啊！这楼外楼是我们洪家的祖业，多少钱我都不卖。朱俊甫的命令，这个楼马上拆，咱们要在这里建炮台。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卢永祥、张载阳还有吴军的时代已经彻底的结束，咱们楼外楼啊，就是福大命大，又躲过一劫。夏省长的儿子见了你，非常满意。李航，你不能走啊！你放过他，我就好好跟你过日子。我要是不同意，那你就会发现有一天再也救不回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赵田宇，过来！妈，这小子就是我们家的仇人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们洪家从来不欺凌弱者。你必须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我阿干对天发誓，如果以后再做对不起楼外楼的事，就天打五雷轰。这楼外楼是祖上给我们留下来的基业，不管是谁当这个掌柜的，他都应该维护好，都应该传承下去。记得我爹跟我说，我们祖上刚开楼外楼的时候只有两间小平房，后来啊才有了这两层楼。那你说我们祖上都知道变通，我们干嘛要固守呢？对啊，思则变，变则通，我们还是要恢复食物它原有的功能，只要能够让人吃饱的，它就是美食。把那个叫花鸡的燃料给我拿来。香，好香啊。获得冠军的是楼外楼。我们楼外楼啊，这个小本生意虽然谈不上以商立国，但是商人兼济天下的情怀是必须要有的。国家呀，现在已经到了危难的边缘，我们应该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一起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。这是楼外楼的一点心意，2万2银票。我代表学生们谢谢你们，这些孩子们干的都是为了国家，
他们不怕，那我们怕什么呀？现在大敌当前，民族正处在危难之中，唯有国共合作，才能挽救危亡。我们楼外楼自从你爹接管以来，就像西湖里的浮萍，风雨飘渺，就安心的去吧。到了战场上，多杀几个日本鬼子，为死去的中国人报仇。把外逃的杭州商户和居民找回来，恢复杭州的繁荣，重建人间天堂。把楼外楼盖起来，它就像一根钉子扎进了鬼子的腹部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。你们是到底做还是不做？不做，另请高明。我们做。我们楼外楼啊，现在就是汉奸的代名词。楼外楼从开业那天起就会背负汉奸的骂名。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如果这个刺客是大少爷，你们千万不要露出任何的马脚，更不能相认呐、啊。否则的话，你要满门抄斩呐、啊。这位老板，您敬我一杯酒，就是我的兄弟，大哥，兄弟。我男人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人。你叫我一声妈，我就认了你这个儿了。喝了楼外楼的断头酒，黄泉路上不迷路。时过境迁，你这个掌柜的还好吗？两年前楼外楼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，现在楼外楼啊姓公不姓司了，有党和国家做我们的后盾，地痞流氓再也不敢来捣乱了。我们家祖祖辈辈啊都是开饭馆当厨子的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们做的可是天道。